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ka 白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参加八个路的练技挑战。在接下来的影片呢，我会一直做一堆挑战。那么，到底谁会拿到一练技呢？让我们看下去吧。你们按了，你们就去那个，站在这个铁方块，你脚下这个按，谁先按谁先按，谁要先按？你先按，你先按。OK， 到我。这一关呢，要你找那个黄色花朵，从这个这么多里面找。哇，这个你要做四个你有跳，有点难度。这我还可以，这个玩过很多次跑酷。哦，来了，哎，啊，这会 ，Oh no， 哇 ，No， 对不起，最后一个了，今天哦，我要放你了，太棒了！我来干扰一下你。我能来干扰一下吗？来，帮你减轻压力。只需要你做两个扭跳，两个扭 ，OK， 来，两个。毕竟还是第一个挑战。我玩到第一个。只需要做一个逆友跳，哇 ！OK， 等，很好，掉下去了。OK， 哇，过了，你可以过了，他的第一个挑战。哦，这个需要你从这一堆里面走到。我不是在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在墙角，在墙边呢，是吗？这是真的能爆的吗？能，三分钟挖一个机缘要。你这个要找 diamond 在哪里？找怪兽在哪里啊？加油 ！OK， 我打开的，让我带一个武器，那个。哦 ，nice， 你要等三个小时才是你进入这一关。我找到了。等一下。哎 ，PK 去到另外一个关卡了。好像没有计划到你们会玩很快。这边要你射到全部目标，可以猜个简单啊，是不是？快，不知道啊，有可能下一关就剩了一块钱啊，你们要快点。OK。好，他一个都还没有射到吗？因为我这边，我来帮一下他。帮你射一个最难的了。剩下交给你。你还有两个颜色要跳。他在什么挑战？完蛋！他刚……哎呀，这……是我还是这个的颜值比较重要？好，我帮你减轻有一点压力。
哦，好吧，下一个 PK 过了，你要等他吗？你要等他吗？我现在你要等他吗？我在开始吧，我很落后了。Find the button， 打上那个正确的按钮。来看熟悉的 bug 跳。PK 在很努力的按按钮，我把你按几个。PK 需要找的面积很小咯，你要快点哦，熟悉。可能下一关就是那一块钱哦。PK 要找到了。随便想的。哦，找到了 ，PK 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你要等那位挑战者，还是按下一个按键呢？等他了，等他一下，是不是？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，等他先，等他先，等他一下。哦，过了 ，OK。来看你们两个谁要先按那个按钮啊？下一关都有可能是一块钱哦。OK， 他拿到，我拿到，PK 赢了，谢谢你，我按的 no。可是站在那个铁方块，我把你传过去了，你们一起进出是不是？玩很快耶，我还想说，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给个超级感谢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